昨晚由蔡康永和蒋淑颖主持的网综节目《恕我直言》上线了最新一期的节目。本期节目邀请的嘉宾就是胡彦斌和王菊，同时这也是胡彦斌和王菊继创造101之后的首度的师生同台，可以说是看点满满。看完本期节目，对于胡彦斌来说完全令人刮目相看，智商情商双在线，而且回答问题都非常机智。蔡康永和江疏影多次给他上套，但对方总是能机智化解。其中有一个片段最让人印象深刻，就是蔡康永给胡彦斌挖坑，让他在江疏影和王菊当中选一人，以女团的方式进行出道。随后吃瓜群众纷纷热议，简直就是死亡问题，可以说让现场瞬间降至冰点。但胡彦斌临危不乱，直接表示我选江疏影。蔡康永追问为什么，胡彦斌接着表示因为我觉得王菊更适合独唱，一句话尽显高情商，还瞬间化解现场尴尬，也没有让两位女生为难，就连后期也非常佩服，直接打上机智兵上线。不仅如此，就连众多弹幕也纷纷称赞胡彦斌的机智过人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喜欢小编的文章欢迎关注，第一时间带来最新娱乐资讯。